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》。昨天我们学到妄生在智力，病妄在药妄，举空前一智体。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，心通则法通，隐虚空而事变，即觉即悟，何知何通？百非系其攀缘，四句却其增减，故得药病双眠，静乱距离。我们看这一段。开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，心通则法通，法是万法，也就是说宇宙人生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样啊不通达。这句话在一些场合里面确实引起许多的争议啊，说释迦牟尼佛了善于夸大，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无限，怎么可能通达啊？不可能的啊！所以很难叫人相信。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学习这么多年，我们对这句话虽然没有证得，可是从事上从理上呢，我们能接受的啊，决定不会反对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晓得一切法的从哪里来的，这个我们知道了啊。大乘教里面佛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离开心想无一法可得，这是诸法实相啊。那么一切法既然是从心想生，心通法哪里不通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心通啊，法就完全通了，就明白了啊。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的问题就是心不通啊，所以法就不通了。道理在此地啊。心为什么不通呢？心里面产生了障碍啊。佛是无数次的告诉我们，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。我们有妄想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，这是
很微细的波动啊，这种波动说实在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觉察到。为什么呢？心太粗了啊，所以极其微细的波动啊，你没有法子觉察。不但我们觉察不到，佛告诉阿罗汉也不行，甚至菩萨也不行啊。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觉察到这个微细的波动啊？经上常讲啊，八地菩萨了啊，八地居究竟圆满的佛果非常接近啊。你看八地上面去，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五个位次啊。化身菩萨总共有42个位次，就是42个阶级，他已经达到最高峰啊，最高峰的五个阶级啊，这样的定功他才能觉察到啊。现在我们从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得到的信息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这种微细我们现在在物理学上都没有办法测到啊，他那个时间之短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啊，这一弹指啊，八千是单位啊，八千是十万，也就是说32亿乘10万啊。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通常计算的单位用秒啊，那一秒我们至少可以弹4次，弹4次就再乘4啊，那你就晓得这个速度是1280兆分之1秒。这样的微细的念头在相续不断的，前念生后念灭，生灭不断啊，这就是这个波它不停止啊，这个波动起来宇宙就现前啊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能生万法啊。怎么能生呢？就是波动啊，只要这样极其微细的心动了一下，宇宙就出现啊。所以宇宙不是大爆炸了啊，生如万象都现前了，这叫一报。同时我也出现了啊，我是正报，佛家常讲的一真庄严啊，一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诸位要知道正报只讲我个人一个人，我之外所有一些人是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环境啊。所以这个一正呢，正一定要清楚，正不是很多很多人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正是我从哪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有自然环境啊，可以分为这个三大类，这三大类啊都是万法啊。
能生万法这一句里面包括了。那么这个极其微细的动是谁动的？确实是我动。我在自信，佛家也把它比如作性海，在性海里面呢，它就出现了法界。佛家讲的是变法界、虚空界就出现了。这是物质现象啊。法相唯识里面说得非常清楚。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越说越细啊。刚才我们讲这个波动啊，这个波动是诸位要记住啊，1280兆分之1秒。那要从三细相说再乘三。再乘三，这个就是讲这一个波动里头，把它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它动。这一动它立刻就变了。三细相里面的转向也叫做见分。它一转变呢就变成能见相。有能见呢，立刻就有所见，所见就出现了。能见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，就是见闻觉知。受想行识。这个现象出来之后，立刻就有物质现象出来。所以物质是个幻象。你想它就现象。物质现象就是宇宙。诸位要知道啊，我们前面念的窥一尘而顿现。所以宇宙的现象是顿现，不是进化的。进化是讲不通的。是一时顿现。时间呢极其短暂。你没办法想象，因为你想一想啊，我们通常反复想，这是一个念头。这一个念头呢就是弥勒菩萨讲的32亿8000个细念。32亿8000念就是320兆分之1。这样微细所以心通则法通，这个心到什么时候通啊？一般佛把这个标准呢放宽也就是说渐进通了。还不是真的通达。接近通是什么地位呢？华严经原教初住的地位。所谓的是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这心就通。因为你无明烦恼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。你已经可以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心就通了。这个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就通了。是真的吗？一点都不假。我们看到过去两个人，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放下了。他在30岁的时候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呢就成佛了。
啊，怎么知道他对法通了呢？他成佛就给大家讲了一部，就是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这法通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清凉大师判这部经啊，叫四无碍法界啊，四种。第一个是四没障碍了啊，第二个是体理没有障碍了，第三个是理事无碍，第四个是事事无碍，就法通了啊，通达无碍啊。世尊为我们实现的，确实是以我们知识分子做例子啊，知识分子有求学的欲望，啊，所以他19岁离家到外面去求学，啊，学了12年。我们能想象得到，这是个非常好学的年轻人，身份特殊啊，他是王子的身份，聪明绝顶。那我们就想到，哪一个好老师不希望有这样的学生呢？这个学生是传法的人啊，啊，所以谁都愿意教他。那么印度在那个时代，他们的学术的发这个发展超过中国啊？怎么知道超过中国呢？中国古籍里面对于不同维持空间的描述很简单不详细啊，像夫子所说的静归身而远之啊，啊，可是他承认有归身啊，我们对他呢尊敬啊，远呢是少跟他们接触。可是印度不一样，印度真的跟他们接触啊，怎么接触法呢？他们都修禅定，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，要知道那不是佛教的啊。佛教到我们现在，我们中国史书里面记载呀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，但是3030多年啊。那么印度自己不重视历史啊，对这个记载不重视。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候，印度的宗教哲学就很发达了。超越其他的地区，这些学者们啊，宗教徒没有不修禅定的啊。四禅八定，你要是修成了，六道里面的状况啊，那叫一清二楚啊，上面你可以能够到达飞翔飞飞向天，下面可以到达地狱，你都看见了，都明白了，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，谁修成了谁都能看见啊，
大家在一块交流，分享自己见闻所知，这就证实了啊！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没有例外啊，对于这些情况，当然跟他们一样通达明了。那我们一个好学的人到这个境界呢，一定还有疑问，啊，我们不说别人，啊，我在初学的时候我就会有疑问，六道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我们肯定要追求嘛，追问嘛。那这些问题在当时宗教家不能答复，学术界也没法子答复啊。他们到达这个境界就像到了顶端了啊，往上去什么也看不见啊，以为到了顶端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不以为然啊，他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，在菩提树下啊，入更深层次的禅定。在这个禅定里面呢，就把四禅八定啊突破了，才将前面讲的这些疑问全部解答了，解答的心通了。啊，我们佛门里面的术语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哎，这就是他真的佛果了。那么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，这一年是他三十岁啊，彻悟之后这就开始教学，教了一辈子啊。他老人家79岁过世的啊，佛法里面讲圆寂啊，30岁开始，79岁走的，讲经教学49年了。悟得之后啊，第一步讲的就是华严啊，华严经可惜不是对大众讲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太深了啊，理太深啊，四不是一般人常识能够理解的，所以佛说出他证入的境界是在定中说的啊，定中有境界。哪些人听？听的人可真多，十方诸佛菩萨都来了啊，那个数量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不尽的啊，都集在释迦牟尼佛这个道场啊，听佛讲华严啊，那么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没法子想象啊，说得详细啊，详细到我们也无法想象啊，时间
我们人间的时间不长，二七日中，也有的经说三七二中，二七十四天，三七二十一天，啊，就算三七吧，是二十一天吧。啊，他讲出这部《华严经》，我们在前面给诸位啊略略的介绍了。啊，佛所讲的这个经呢，是被大龙菩萨，啊，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收藏在龙宫。佛灭度六百年之后，印度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，这个人也是聪明绝顶，也是修禅定，功夫很不错，也突破了四禅八定，证得初地，可见他的位置也相当之高了。那么他读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三个月就读完了。现在传到中国不是完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。我们中国法师到印度留学，或者印度法师到中国来弘法，都是精挑细选，选一些重要的，能契合东方人程度的，叫佛教根性带来，大部分没有传来呀。那我们中国的法师以后翻译之后啊，把它整理变成现在的大藏经，你们想想哪一位能够在三个月把大藏经全部修完？这还不是完整的，传到中国来这部分，龙树菩萨有能力在三个月就通达了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这什么心通则法通啊！他学完之后觉得再没有东西学了，在这个世间呢，在佛法的时候，那他是第一了，没第二了，找不到第二了，于是就有一点傲慢起来了，这个傲慢起来啊，就得堕落啊。大龙菩萨怜悯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就把他引介到龙宫，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这一部《大华严经》，他看了之后，一看到这个分量，他傲慢心就没有了，觉得自己一生所学的太有限了，佛怎么讲的这么多？这个没有流通到人间。他看到这部经有大本，有中本，有小本。大本是全文，中本是精华，小本是目录提纲，目录提要。他一想，大本跟中本呢，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人能够受持，于是他就把这个小本，小本的分量
有40万计，40品。他也真有能力，他能够啊，圆圆满满的把它记下来。哎呀，十万计就是40万句。回到人间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它从记忆当中写出来。这个世间才有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南传小乘不承认，他说华严经不是佛说的，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。但是我们看看华严经的全文，龙树菩萨造不出来。他要能造得出来，他就成佛了。他不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他决定说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对于菩萨这些话了，可以相信。那么这个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又是个残缺的本子。你看全经10万计，传到中国来的大概才1半，而且还3次传来的。第一次在东晋时代传来的时候是36000诵，第二次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。时差难陀尊者他带来的，9000诵，就是增加了9000诵，36000再加上9000，45000诵。最后唐朝贞元年间，普贤行愿品这一品经很难得，有个完整的本子传到中国来，翻成中文40卷。第一次翻的是60华严，第二次翻的80华严，最后翻的叫40华严。这三种本子合起来，除掉重复的部分，现在中文本里头有99卷。梵文的原本已经找不到了。现在华严经呢只有中文的一本流传在这个世界。差不多将近50000首诵啊。所以我们中国大师称这个为6本。因为只有小本的一半，再就找不到了。可是心通的人法就通了，就没有障碍。那么这些典籍要用它来帮助我们修学，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达到心通。能不能做到的？能。在中国历代教下的这些祖师大德切入这个境界的人不少啊。他们给我们做了好榜样。那么从理上讲，障碍除掉心就通了。这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你能够
意识全放下了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在理上讲，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一念，一念放下就成佛了。放不下是凡夫啊，这个放下了真难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放下了，一时放下。在中国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是一时放下。啊，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，他没念过书，他不认识字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一天都没学过。啊，也能成佛，这就说明，啊，从理上讲，凡夫成佛了是一年，啊，那我们问呢，为什么我们放不下？其实，我们讲为什么放不下，这就又起了个妄念。妄念没有才是佛啊！这么多妄念，你怎么真成得了佛呢？我们真想放下，这又是个妄念。他就是放不下的，又多一个妄念。这就是里面讲的“四俱白费”也。真的不好断呐！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没有一个念头是正念，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正确是什么？与自性相应的。啊，这是正，与自性相违背的，非也错了。啊，所以古大德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啊。说起心即错啊，动念即拐啊，不要说开口说话了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阵它就现了。那不起心不动念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个宇宙之间物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这么个境界。那不起心不动念，物质跟精神都没有，这是个什么世界？释迦六祖证得了，告诉我们那个境界才叫一真法界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一真为什么？永恒不变呐！啊，就是净土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，这才叫真正的一真法界。啊，常寂光下来，这就有形象了。啊，有物质，有精神了。叫十报庄严土，也叫一真法界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的人，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起心，也没有动念，也就是说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它通断了啊，所以也是一真法界。那他为什么会有现象呢？啊，这我们在大经上搞清楚了。他那个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。啊，习气不好断了。没有方法去断的。只有等时间慢慢长了，自自然然的没有了。
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这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习气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但是在这个里面，啊，这我们称他为法身菩萨。他们在起作用的时候，是丝毫妨碍都没有。啊，起什么作用呢？设法界的众生有感，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自自然然就会有印，感应道教。啊，印的时候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啊，以观世音菩萨做例子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得度，他就用什么方法。啊，什么叫没有妨碍呢？这些应化在世间的这些佛菩萨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没有。这叫妙用啊！啊，我们干什么事情啊，会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、啊。菩萨在这个世间应化在世间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。这一篇文章是贤首国师写的，贤首国师也是这一类的人呐、啊。啊，像清凉。啊，像宗密都是这个境界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，随缘妙用啊。啊，起心动念就不妙了，分别执着就造业了。啊，不通才会有这个现象，通了就没有了。啊，于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么这些后来的祖师大德也入了佛境界，他们对于经教给我们的解释，啊，这么多著书留下来，我们才晓得，字字句句啊，跟世尊所说的经呢，绝对没有两样。我们要信得过啊！那像我们这种根性，不是上根人，啊，上上根人，能够一时顿息，啊，就是一下放下。上中下根的人都办不到，那怎么呢？慢慢来，啊，这个慢慢来里面呢，确实，有很快的，也有很慢的，啊，所以分上中下了。大概上根这一生当中，可以入佛境界，啊，也就是你有能力超越十法界。有能力达到啊初住菩萨的境界，就是成佛了。啊，你把这个起心动念呢放下了，上根人，中根就难了。啊，下根就更办不到了。啊，但是中下根的人可以放下一部分。啊，有人放下执着，有人放下分别。啊，放下执着的人。当然，这里头最幸运的是你遇到净宗啊，你念佛求生净土，那就无比殊胜了。啊，放下执着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凡圣同居土，是叫方便有余土。如果能分别也放下了，
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十报庄严土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完全没有放下。啊，在你临终的时候啊，你念念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把你一切妄念呢扶住了，也能往生。这往生，往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是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差别，我们搞清楚了。啊，然后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个经上这种标准啊，心通则法通啊，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我们达到一点边缘，我们现在心里明白了，决定求生净土啊，那个方法呢，必须把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了放下。念佛堂堂主常讲啊，放下身心世界啊，提起正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你就法就通了啊。这个通到哪里？通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。虽然不是真的通了，但是也不假啊，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就保证你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你就得到保证了。啊，你决定不会再退转了。啊，这个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到。啊，就看你肯不肯干。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，就这个法门啊。如果对于事出世间法还有留念啊，留念就你放不下了，那你就去不了了啊。去不了怎么办呢？等来生后世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再继续再干。这个话是真的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前这些同学们就是这种人啊。华严，我们过去有没有缘？有缘。没有缘，这一生遇不到啊。你能遇到一次啊，听一两个小时，都是与这个华严有缘啊。缘从哪里结的呢？缘是前生结的，续世结的啊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没能放下，所以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轮回到今天呢，哎，很幸运，这一次又得人生，啊，又遇到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一生如果还放不下了，那好吧，再等下一次的机会。啊，无量劫中啊，总有几次机会。这就慢慢来了，但是这很苦啊，要知道这个世间很苦啊。啊，所以真正觉悟到人生苦，你才会真放下。希望这一生当中啊，能成功。啊，决定成功啊！那么天天读经能不能开悟？天天念佛能不能开悟？天天持咒能不能开悟？都能啊！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佛讲的诸法就是方法，
断烦恼的方法，学法门的方法，成佛道的方法，就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，它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。啊，你总要记住这个总的原则。啊，那么你修学就不成问题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心通则法通。啊，这一句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因虚空而识变了。啊，因是引用，引用虚空。来暗示我们。啊，虚空是变法界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头。啊，我们心像虚空一样。法也像虚空一样，啊，因为心不是真的，法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执着，不但不能执着，也不能够分别，啊，到终极就不能起心动念，啊，起心动念。你就落到四俱百非里头去了。所以即觉即悟啊，何知何通，就真的觉了，真的悟了。啊，知就是障碍，通就是通达。啊，都没有了，这些觉悟全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底下讲的百非四俱啊，百非系其攀缘，四俱绝其增解。啊，什么叫四俱百非？啊，在此地给诸位略略介绍，因为这个是佛门里面的术语，啊，名词术语。诸位在经上，在祖师大德的文字上常常看见。举一个例子给你讲四句。第一个呢，讲有；第二个你讲无；第三个是亦有有；第四个是非有非无。这叫四句。啊，百非是什么呢？四句一展开，有里面有有有，有有有，亦有有，有非有非无，这就变成四句。啊，无里头也有四句。啊，无有，无无，无亦有有。无非有非无啊，所以这四句，每一句里头有四句，四四也十六句，十六句有过去十六句，现在十六句，未来十六句，就变成四十八句。四十八句已经起的四十八句，还有没有起的四十八句，一起未起过四十八句，这就变成九十六句。九十六句加上那个根本的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一百句。啊，这个叫四句百非也。古德有解释。啊，用一个问答来说明。啊，他说问：立四句绝百非，
其意何居？啊，这个居是个问号。啊，何居？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个意思，根据什么理由来说的？这四句意思太广了，但举一对呀，就成四句。啊，如有无，有无是一对，业义也是一对，断肠也是一对，那在你就举不尽的例子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一对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。啊，来去是一对，缘尽是一对，啊，空有是一对，这个例子举不完的。若云有，是增一棒。啊，你要是有，这叫增一棒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确实没有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你要说无呢？无是减，啊，损减棒。你不能说他没有，你不能说他有，你也不能说他无。啊，若说业有业无啊，是相违谤，啊，互相违背。说非有非无呢，是戏论吧，这开玩笑的话。既居有过，过须立之啊，所以。这个四句白费教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诸佛菩萨看宇宙万象啊，啊，就是像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！面对着万法，不能说有。也不能说，也不能说亦有亦无，也不可以说非有非无。啊，你才叫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才能体会得诸法实相。只要有一念，你就全都错了了，一错一切错。啊，所以必须。要理呀、啊！啊，是既居有过，啊，就是一切说法的时候，通通有过失。只要起心动念，就有过失；不起心不动念，没事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过失，那你就想想，那分别就是过失里头再加过失，严重了。再要执着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必须要晓得。哎，你不是要心通吗？只要有过失，你心就不通，心不通，法就不通。那什么时候心通呢？这个过失通通要远离啊，立四句绝不分就通了啊。这个是非里面把妄想分别执着全都包括在里头了，
所以这个幕后这个文里面说，然此中根本四句是外道界啊，这个后用有无来说了啊，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这个外道是古时候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一些学派里面讲的啊。我们今天讲哲学的啊，哲学的一些学派啊，还有一些宗教啊，他们所说的啊，知末四句，那就是讲四句，每一句里头都有四句。三乘一位权力啊，啊，这叫佛门佛弟子啊。你看佛弟子常常对于经典上有辩论的啊，这个辩论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离开啊。三乘是大乘，就是菩萨乘、圆觉乘、声闻乘啊，也就是说十法界里面没有断干净的啊，四乘法界为佛究竟，故云离云觉啊。这个地方的佛是分正佛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法身菩萨啊，初住菩萨都离了啊，不再起心动念啊。记住，起心错了，动念也错了这个事情难了啊。真修行修什么呢？修眼见色、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，学不起心不动念。这个人他在修佛道啊，有起心动念，他修什么呢？他修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是修菩萨道。啊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这个人在修声闻道啊。那么这三个都是佛道啊，声闻是小乘，菩萨是大乘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乘啊，也叫一乘。法华经上所说的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真修真干啊。有人告诉啊，他说有一些法师脾气很大啊，这个态度很傲慢，那他修的是什么乘呢？你们想想看啊，佛经是我们的依据啊，佛经一对照就晓得他修什么乘啊。你看不起心不动念佛乘，他修佛啊，不分别菩萨乘，不执着阿罗汉乘，他修阿罗汉啊。那么傲慢、嫉妒，佛经上有啊，啊，他修什么乘呢？他修阿修罗乘啊，真的，他也念经，他也念佛，啊，他也很用功，啊，他也参禅，啊，他也持戒，啊，将来到哪里去了？到阿修罗，到罗刹，
总的来说呢，母臣，他不是学佛，他是学母。啊，如果他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心地非常善良、慈悲，啊，修持善业，我们知道他修天成。啊，无戒十善做得很好，来生一定还得人生，他修的人成。啊，如果他贪心很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都贪念不肯放下，那我们知道，他来生到鬼城去了，他到鬼道去了。啊，嗔恨心重，嫉妒心重。啊，没有五戒十善，地狱道去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设法界。啊，哪一道有哪一道的因啊？啊，你个因相应呢，果就相应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有很圆满。有很高深的因果教育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，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佛法里面没有人情。古大德所谓的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啊，天天拜佛没用啊，啊，八戒不上啊，啊，为什么八戒不上？佛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你得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佛八戒不上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把宇宙人生的性相、离世因果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大慈大悲，这叫普度众生。啊，我们学了之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依教奉行。啊，想在这一生当中证什么果位，你就都能够证得。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全靠自己，切记拿着佛法当人情。啊，以不善的这个用心，希望呢从佛法里面得到自己的名闻利啊，能不能得到？能。嗯，果报呢？果报在四卧道。啊，这个四卧道的是，四卧道只有卧鬼出生地狱，加上魔道。啊，魔不简单呐，魔真有福报。啊，他是真正修了福。啊，但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没有断，就变成魔道了。啊，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阿修罗罗刹这一类。啊，到这一道去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希望一生成就啊。要知道避免的。所以百非喜其攀缘。啊，攀缘的念头断掉了。啊，这是我从学佛之后啊
明白这个道理。李老师常常提醒我，佛法要随缘，在一生的生活当中随缘，不攀缘，不强求，有缘就做，没缘就不做，这样的自在呀！所以早年我们在台北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我们完全遵循印光大师的规范，印足一生，接受四众的供养，他的钱全部用在弘法利生，他办了一个弘化社，我们现在叫基金会，印诵佛经善书，他随缘，这个收入多多做，收入少少做，没有收入不做，自在呀！绝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多少，那就攀缘了，那你就不自在了，你就很辛苦了。所以我们基金会这么多年来都是守住随缘。我们是为佛法服务，为一切善男信女修福服务。他送来钱，有的指定我想印什么书，现在还做光碟，就都很方便，我们一定替他做。还有指定供养我们常住经费的，他要不说我们不要求，所以有的时候经费很困难，监弘文居士找过我，印经印善书的钱很多，可是我们生活非常困难，来找我，那我就有一些同修给我的供养，我就分给他们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们的生活要节俭，要能吃苦，不可以有丝毫的浪费，一切是得过且过，你说过得多自在呀！心安理得了，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过的那个生活比我们苦太多了，我们现在还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世尊当年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我们现在还能吃三餐，常常想到老师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，就非常快乐了。四句崛起增减，就是增减棒，这前面都说过了，说古德要兵双免，静乱俱荣。病好了，药就没有了，这药没有了，病也没有了，双免。你看静乱也是一对。心地清净，心地浮动，我们常说的
心浮气躁，那是乱。啊，静、乱都没有的。啊，这个在佛法里也常讲，那个乱叫动。啊，动静两边消融，这叫真正的禅定。消能所一入玄宗，免性相而归法界，这是见到其如华严境界了。啊，能所是对立的。啊，我们凡夫有能有所，啊，所以前面讲四句被非念，啊，大乘，啊，菩萨，声闻缘觉，啊，三乘人，没有脱离十法界，还有能所的念头，没忘啊。所以他入不了玄宗，玄是玄妙啊，宗是宗旨啊，华严啊，奥旨啊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其如华严境界啊。华严境界一真法界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十宝庄严土，他在十法界，在四圣法界，他入不了十宝土啊，所以能所不能有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所就没有了啊。执着里头有能所，分别里头有能所啊，要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能所就没有了。能所没有了，你就脱离十法界啊，你入华严境界了啊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土。明性相，你看性相也是相对的啊，性是能性，相是所性啊，有能性有所性，在十法界啊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最高的层次你出不了十法界，什么时候性相也没有了啊，也不起心动念了，那你就入法界啊。这个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法界跟玄宗都是讲的十宝图断证功夫啊，我们这一生希望能达到的目标，你的佛就没有白学 啊，否则的话这一生怎么办啊？诸位不少人呢，年龄比我小啊，好像你们还有时间呢，啊，像我这个年龄，时光就有限了，啊，不认真努力，这一生就空过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认真努力，啊，好好的去忍耐个三五年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味大幅度的提升，那你就完全对了。啊，到不了阿弥陀佛的十宝图，至少也要能达到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啊。
我们得有这种认知啊。啊，怎样提升呢？放下就是。啊，所以什么都要放得下。啊，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是物质生活，是精神生活，一切随缘，决定不要攀缘。啊，随缘是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去计较，再去执着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放下分别执着，啊，念佛待业往生，啊，佛烦恼去往生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从这个方便土提升到啊，不是从这个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，再提升到十宝土，你去看看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说的，要多长时间？如果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。十二劫，这个十二劫不是极乐世界的，是我们这个世间世界。啊，劫都是讲大劫，十二大劫，你才能够成就。为什么不在这里干？啊，尽可能在我们这个世间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。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就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。下面是贤首过思自己的感叹，切记玄刚好汉。这个切是贤首大师的谦虚自称啊，他说我见到华严经的玄妙的纲领啊，像大海一样的，啊，妙之习为业，玄妙的宗旨，就是讲的华严奥旨，太稀有，太微妙了，啊，经这么样的大部。难知者追究起源啊，就是读这部经的，这经太大了，太深了啊，越难的人很不容易就近他的根源啊，寻之者罕穷其迹啊，寻是寻求啊，在这个经典里面去找啊，还是很少，很少人能够。穷究他的本迹边际他的根源，这就是说啊，学这部经的艰难啊，正因为这样的难，所以大师才发大慈悲心啊，把他的精华纲要提出来
啊，那我们依照这个纲领去修学，这就有路啊，可循了。啊，依照这条路我们去走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是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他老人家找到了，啊，介绍给我们，啊，是真空至于心首，恒为圆律之常，实际居于目前呢，范围名相之境。真空实际，都是讲的自性、本性啊，学佛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你要知道，你学佛的目的在哪里？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心是真空。啊，可是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的心不通啊，啊，智于心守，智就是障碍。啊，所以我们见不到真空。啊，见不到真空啊，我们自心就变质了，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扭曲了。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现在无量无边的圆律。啊，我们对于一切诸法的怀疑，为对一切诸法的顾虑，啊，这个就是烦恼啊，变成烦恼了。啊，实际也是自信的名称，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实际在哪里？实际也在面前呢。啊，可是我们迷了，不认识了。啊，我们见相，不知道相就是心。我们见到事，不晓得事就是理。啊，见到这个幻有，不知道幻有原来就是真空。啊，所以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六根门头啊，都成了严重的障碍。接触到外面境界，清净心不能现前。啊，现的是什么呢？现的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妄想无明烦恼，分别叫做尘沙烦恼，执着叫见思烦恼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，不生智慧啊。错错在这里。那觉悟的人呢？觉悟的人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那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。那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真的能转凡成圣？理上讲，虽然是一念之间，事上讲没那么容易。
那是我们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了。虽然听到佛菩萨的教义，我们也听懂了，但是回不了头来。啊，这业障太重，自己要承认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佛有方便，啊，教给我们慢慢的转。啊，先从哪里转呢？先从转恶为善，从这里转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些年啊特别提倡的儒释道的三个根。这三个根呢就是善恶的标准。啊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啊，太上感应篇，佛家的十善业道经，啊，我们认真去读诵，认真去学习，在日常当中啊，就用这三样东西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这些典籍里面所说的善，相不相应？那如果相应是善的，我们就好好的保持下去。那如果发现呢不善，赶快把它改过来。啊，用这三个标准呢，断恶修善。不要小看，真正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给这三部经都能相应，我们念佛就得到了保障，决定生凡生同居土。啊，虽然品位不高，也非常殊胜了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肯定一生圆证三不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那边时间长一点不要紧，寿命长啊！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在极乐世界修到十宝庄严土，需要12大劫。可是你的寿命是无量寿，无量寿啊，12大劫算不了什么。可以啊，所以也是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如果我们还有时间，还有这个缘分，再提升一层，破迷开悟，那叫什么？要大乘经啊！那《华严经》就是最殊胜的啊，帮助你破迷开悟啊！破迷开悟之后啊。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大幅度上升啊，至少你升到了方便有余土，更殊胜的呢，你升到极乐世界就到十宝土了啊，那真叫上上品往生啊。我们一生要立志，要发愿，要这样的争取，这是弥陀、释迦对我们的期望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，啊，你看看，真空实际都在眼前。我们不认识，把它变成烦恼，啊，变成忧虑。今者同受玄奥，囊括大众。
这个就是贤首过失发了大慈悲心啊。我们面对华严找不到门路啊，确实常常读诵啊，依旧迷在其中。大师帮助我们啊，同受玄奥啊，把《华严经》里面幽玄奥妙的宗旨啊，修学的方法提出纲领，来帮助我们修学。这个确实是非常的稀有难逢啊！出经卷于尘中，转法轮于毛处，这两句是大师自己的形容啊。尘世比喻少，经卷太多啊。那么他后面给我们写的六条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一尘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的毛端啊。但是不要小看这个一尘跟毛端。开头他就说了，蛮教难思啊，亏一尘而顿现，云中叵测，独纤毫而气长，跟前面两句相应。那么对于学人来讲啊，学人是学生啊，是学习的人来说啊，明者得龙于吉日，昧者忘却于多生，根性不相同啊。啊，明是明白人，昧是糊涂人。啊，明白人，聪明的人，他为什么会明呢？烦恼轻就明，习气重就昧。啊，我们虽然糊涂，只要我们能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我们就回归到明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自信本明。啊，这个昧呀，不是自信，自信里头没有昧，自信里头只有明。你看看他第一条里面所讲的贤一体，自信清净圆明体啊，所以明是本有啊，清净是本有啊，圆满是本有啊，你没有任何欠缺啊，这是你字体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
啊，你没有欠缺。真正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现前就能证得。啊，所以龙得龙于即日，即日是现前，今天呢？啊，未。你要是业障习气很重，就没指望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多生多劫的去修行了。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借着再来。啊，所以根性的立顿。是可以改变的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，命运有，不是没有，命运可以改变。啊，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，他相信。命运是注定的。啊，孔先生给他算一生的流年。他在遇到云谷禅师之前的20年。啊，每一年他的际遇丝毫不爽。所以他完全相信了，啊，命里有的，到时候自然有；命里没有的，求也求不来。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云谷禅师把那个命的原理给他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他懂。啊，你一生的命运。不是别人给你注定的，是你自己前身所修的。啊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既然命运是自己造的，当然可以修改。啊，往好的地方修改，断恶修善。要往不善的地方去修改，那你继续造恶，就这么回事情了。啊，那我们修行人，聪明智慧，啊，跟愚昧糊涂一样，可以改变了。啊，你怎么昏迷的呢？总不外乎贪嗔痴慢太重了，你就昏迷了。啊，古人常讲的，见利忘义。口是心非也。啊，与一般人往来都是有目的的。啊，什么目的呢？有利益可图，那就是昧者。啊，这个人可以利用啊，跟他好好的往来。哪一天利用的价值没有了，那就远离他。啊，这种事情在今天的社会，处处都可以看到。
那我们学佛的人看得很清楚，啊，他眼前占人家一些便宜，来生呢，三途去受报。啊，三途的业报完之后，这罪业报完之后，再到人间来，还要还人的债。啊，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钱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佛菩萨眼目当中见到这些事实真相，很感叹，讲可怜悯者呀，真可怜呐！啊，我们学佛算是这一生呢非常幸运，啊，能遇到佛法，能遇到大乘，尤其是遇到华严。啊，把这些现象呢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才想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人。啊，做个明白人，不能干糊涂事啊！啊，时时刻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。绝不走下坡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佛的法门很多。啊，这个法门跟我们根性相应，修起来就不难。真修真干，我们时间不够啊，还没有到开悟，寿命就到了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如果你是真修真干，佛菩萨帮助你寿命延长，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让你有足够的时间，在这一生的时候达到你的愿望。啊，这个延寿，不是在这个世间享受的，啊，不是为享受的，是为了。我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我认真努力地提升自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再看看过去，古今中外的这些大修行人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借鉴。啊，我们根据经教的理论方法，看到前人所修、所证，我们循着这条路子走，不会走错。慧智者善于恶意，这是慧啊，智是宗旨，也就是此地讲的奥旨，华严奥旨，你要是慧善于恶意，这个比喻不难。什么不难呢？成佛不难啊。拐宗者自助难入啊，拐是违背，违背宗旨的啊，那就真的难了啊。资助是细小
再细再小啊，你也入不进去。这是比喻的话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中文祖师大德啊，常常测验学生啊，问他你会不？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用意很深呐。会，一生一定可以，其如华严境界。不会就难了，会不会还是一句老话，你肯不肯放下？放下就会了，不肯放下就不会呀。放下就明白了，不肯放下就糊涂了，就愚昧了。放下呢就会了，不肯放下呢那就违背宗旨了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同而言之，佛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成佛了；放下分别，你成菩萨了；放下执着，你成阿罗汉了。佛没有东西教人呐，智慧是现成的，你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；德能是现成的，记忆是现成的；相好福报没有一样不是现成的。你跟诸佛菩萨去比，一样都不缺。问题就是你自己找了这一大堆的烦恼，在六道里面过这么痛苦的生活，这冤枉啊！所以希望我们真正就真正的明白。醒过来了，这一生当中契入华严境界，往生弥陀十报庄严土，我们就功德圆满。我们对得起佛陀，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贤首国师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